谁下去了？喂，我觉得还是，我觉得啊，当国王还是这个野人是最好的。喂，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哦，暗神是吗？对对对，哎，你们在干嘛？还缺人吗？那我们这把是还是保护牧童吗？嗯嗯嗯，我们这边人满了，得要那个了。哦，好，那你们到理我一下呀！我围了半天都没人理我。没，我刚没听到，才听到。然后我们这把对面抓的是潘大帅是吧？对，我们抓潘大帅。嗯嗯嗯，啊，是的，好嘞。然后他选了，只选了邦邦。暗身等那个有位置了，我到时候再跟你说哈。哦，那是艾特我吗？到时候。嗯嗯。那我就先退了。我到时候再请你说的。那个橘生选了邦邦。欢迎新的小凯，你副是谁呀？那我先溜了。嗯嗯，好，我选的是安，我选的安，然后橘生选的是邦邦。橘生是我们队的吗？那个橘生不是不是，他是对面的，他是要无差别轰炸了。现在橘生是对面的，他是要抓你是吧？他是抓牧童的吗？要那对木南对面国王是谁？对面国王是那个国王当，就是用野人当国王是最好的。你们可以开局，如果看见野人就给他报位置，你给我们骑士报位置。对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现在是无间道，我也不知道谁是我的队友。哎，对面的国王是野人吗？对，哦，我看见了，在那个，我看到对面安娜，安在我这里，在那个鬼屋废墟，在鬼屋废墟，跟着他，来了，他现在在玩。你们两个国王都在那是吧？安是我们这边的吧？是不是？对，你们去爆点，你们去爆点，我先躲起来，他们现在还没有看见我。我现在还狗得很好，屠夫到哪了？他在鬼屋侧面，不，他在鬼屋，鬼屋危墙，鬼屋危墙。他在鬼屋侧面，潘大帅在鬼屋侧面上猪了。潘大帅在鬼屋上猪了。别挡住我，别挡住我，别挡住我。这时候是要我出马了，把他套下来。帮忙跟着我了。我到鬼屋废墟了，这人呢？在后面，在我们这。鬼屋侧面，这个双板这里，想要过桥了。你在哪？我绕了一圈。完了完了，我被帮忙追到了。哎呀，这我旁边这个黑妹是谁呀？一直在挡住这个原皮的。哎，我去。原皮，这是，我去，就不完了，看到了，保护一下，保护一下，这个牛仔又把我给坑了。他们有两个牛仔、啊，我在鬼屋，这牛仔又把我给坑了，追不到那头猪啊！我要吃一个炸弹。鬼屋，我先去保，好坏啊、先保一下牧童，先保一下牧童，那边真的追不到，这追不上的，有点远，太远了。我去，牧童在鬼屋啊！哦，我去，恐惧震慑了，完了。哇，这个牛仔，他把你勾走了！哎呀，他把我勾走了！这个牛仔，好快呀、啊，那个牛仔！啊，这牛仔勾着！天哪，我记住你了！没事没事，他待会没有鞭子了，我下一波看下一波吧，看下一波吧。哎，他好坏、啊，我电呢，我电不了。打不了，现在没钱啊，打不了。你看没勾到，好难啊，牛仔！哇，这牛仔好坏啊！这个牛仔是谁？你猜？哎，我们是自己人吗？为什么你能说话？好了，他你快过来，他就在板子上，打他，两刀。他要买泥巴、啊，他要买泥巴、啊。好多人啊！三，两个牛仔，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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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！哎，完了，这样完了，没事，无差别炸弹。快跳过来，跳过来定他。好，哎呦，被这个挡了，醉了。不行，我要盯着那个牛仔。我买了把枪，我不仅要防骑士，我还要防牛仔，我太难了。我不管，我不跟他那边去了。等一下，让我给你开个枪。我开枪了。好，我把那个牛仔套住。你把那牛仔给勾走，不要让他跟着我。主要是那个牛仔很烦，我现在就打算把他勾走。主要是那个牛仔很烦，还不是。倒不是要叫你回来，我 K 六，我 K 六，我 K 六。对对对对，勾他！你们才把那个牛仔给勾走，烦死他！还没有下猪的，还没有下猪的，还有机会，还有。对对对，我的猪还有时间，不着急，我还 K 六。牛仔的恩怨情。回来！我笑死了。到。勾不了这个人。可以，我还可以继续溜。哎呦，没有头脑，我的猪快没了。了呀？你猪去哪了呀？在看那人呢，我在鬼屋，在鬼屋，在鬼屋，求帮忙，求帮忙！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来来来，准备跳下来，准备跳下来。不行啊，这里还有个、跳，还有个牛仔啊！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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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了！快跑！不是，这个是间谍还是我们这边的呀？我们这边的，我靠！我去，他能把你可以，他又把我勾回去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走走走，他还好是勾两个人啊！完了完了，我要死掉了！可以啊。谁帮我扛到了？我上猪了，我上猪了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个是他们家的牛仔吧？哦、我走，我把他的猪给破了，把他的猪给破了。他们家的牛仔被他帮帮自己打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马上，我这边怒气马上满了。够到了，够到了，打我，当，马上满了，可以。来，好的，二挂。我没有开麦吗？你要精神好了吗？可以，我暂时不需要帮助了。结果没有开麦啊，没有开到麦啊。哎，我的天。我去摸那个下降，对，你们赶紧去买东西，你们赶紧买东西，我暂时不需要帮助。不对啊，刚才但是我也撑不了多久。你是我们队的吧？我是，但是我是牛仔，我们自己人自己。你是牛仔，那我要帮你啊。帮我干嘛呀？我在盯着这个要起来的这个，你快死，你快过来。好的，来了。啊，你快过来，他起来我就勾他。直接买把枪啊，去买枪啊，那帮忙真的。帮忙怎么？帮忙怎么回来了？买把枪把他搞掉。你别急，我秒刷他一次，我秒刷他一次，你让开，你让开，现在就他一个人，我秒刷他一次。好。快！木桶还在出来。哎，没事。快！挂了，挂他。我在鬼屋外面，鬼屋外面，我要没了。游戏结束了。游戏结束了。我去，对面上官飞了，对面死了，游戏结束了。没事。木桶来。哎，可以，帅的。这个还行。